要合作啊，要默契啊，断了就输了啊。左边跟我一起画。对，树上的鸟儿成双对，露水青山带笑颜。确定要听我这个公鸭嗓唱歌吗？薇娅今天呢做了非常非常多了不起的事儿。你们要知道，现在农产品因为这次疫情很受影响，薇娅非常非常的辛苦。经常我听说是20几个人的团队去青海，去偏远的省份，去农产品滞销的地方，倾其所有帮助大家。因为这个他的朋友们购买力很强啊，真的就瞬间的可以帮农民把滞销的产品销出去。但是要知道，这一个人的时间是有限的，他只有这么点工作的时间，要做这个要做那个，所以有时候睡几个小时，真让人心疼啊，真让人心疼。但是这件助农这件事儿从不打反口啊，不遗余力。所以我觉得就是真是人善呢、啊、就应该有更多的掌声，对吧？然后谢谢、啊，所以他老说话呢，其实以我们这专业耳朵听来，嗓子是有点哑。但是还是那句话，今天不论这个场合多么专业，今天只论心是不是成。欢迎薇娅给我们带来，好不好？最重要是这个事儿。是这样的，其实今天我真的非常感谢受到马老师的邀请来到这里。其实虽然嗓子有点哑，所以叫薇娅。是。其实对我来讲，我做的助农也好，然后去做湖北做溯源也好，复工复产也好，那个都太微不足道了。我觉得每个人都想献出自己的一份力做一件事情，但是今天我觉得在场的所有人，我们所有的医护人员跟我对比起来，我那个就是那么一丢丢，真的我那个太微不足道了。我觉得所有在场的所有人，包括我们的医护人员，所有战役中的英雄们，你们都是英雄。所以今天我觉得要一起唱首歌《沧海一声笑》，好不好？好，来。沧海笑，滔滔两岸潮，浮沉随浪，寂静照。苍天笑，纷纷世上潮，谁负谁胜出天知晓。江山笑，烟雨摇，涛浪淘尽红尘俗少。清风笑，尽惹寂寥，豪情海一声了，一情万丈。谢谢大家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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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，你们都是英雄，谢谢。